大家好，我是爱原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赐福森林二宝箱21优乐片段39原神一条龙 4.8 版本新木兰卡一条龙全收集。好，那我们这一批来到这个看一眼我屏幕啊，这个锚点啊，这里描述不了啊。好，那我们到这里之后，往我们的北方向啊，地图上方这边走，这边走，这里走到木栅栏这里左拐，从这里往上走，西方向地图左边这边往上走，这些东西是和跳跳石是一个道理啊。跳上来之后，这边有只青蛙，它会跳一下，跳一下就青蛙门口有一个普通宝箱，开启它，开启这个宝箱之后，再往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边走过来，这里有两只青蛙。好，在这里我来帮忙，然后把绿色这只青蛙啊，绿色只青蛙给它挪到终点。好，那这边会出现一个精致的宝箱，宝箱拿到这个宝箱，再往北方向地图上方这边走，任务指引的地点。还有最后一个地方需要，好，这里完成之后，旁边出现精致的宝箱，开启它。拿到这个宝箱之后，再往西方向地图左边这边过来，开一下锚点。好的，锚点开了之后，在我们的南方向啊，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边有只青蛙啊。这只青蛙，那我们要把它就是从西方向地图左边那边给它顺着这个荷叶让它跳过去。哦，到这里他说太远了，这边过来，旁边这里指挥它移动巨龙荷叶啊，再过来跳，完了之后再给它分开，最后把青蛙跳到目的地。好，这样会出现一个精致的宝箱，拿到这个精致的宝箱，然后在我们的正前方啊，西北方向地图左弯角这里一个摩拉堆，再继续往前。好，这边是这个叫什么来的，一个调整水柱啊，旁边这个是调整水柱的，然后这边是这个要把青蛙给它顺着这个荷叶跳上去啊。我们先来到调整水柱这里调整一下，好，然后再回到主青蛙这里，让它跳过去。好，再过来调整一下水柱。好，再调整一下水柱，这里我们再从旁边跳上来。好，然后再跳一下，让它去 A。让它去前方这个荷叶上。好，来到这个荷叶之后，在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上，我们先左手边啊，这里是第一个青蛙啊，这里叫一号青蛙，然后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那个叫二号青蛙，去到二号青蛙的位置，二号青蛙调整一下水柱，然后回去北方向地图上方，回到主青蛙这里。好，跳过去。好，接下来我们去一号青蛙的地方调整一下水柱，然后再去二号青蛙再调整一下，这边回到主青蛙的位置给它跳过去。好，最后跳到目的地，这边出现一个珍贵的宝箱，开启它，取材有风，拿到这珍贵宝箱旁边这里开始演奏，跟着节奏来啊。
好，那这边出现一个华丽的宝箱，开启这一个华丽宝箱，拿到这个宝箱，再往北方向，地图上方这边往上走，直接爬上去。哦，这边又是两只青蛙赛跑啊！来帮忙，绿色只青蛙。好呢，青蛙豆位拿到这个珍贵宝箱，宝箱拿到这个宝箱之后，再往北方向地图上方跳上来，好，跳到最高处前方的。这边路上有一个欢声什么什么什么鬼优乐片段啊，反正给大家拿到啊，然后再往最高处跳，这里有一个指责的马。好，等一下啊，听一下他说话啊，然后需要出现一个需要帮忙嘛。好，开始。那这边我们拉动这个拉钩，把它调整到面向南方向地图下方。好，鼠标左键 A 一下，又点击一下屏幕攻击键。好，接下来再拉动拉钩，把它转到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这里再平 A 一下。好，再拉动。往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那边那个城池，好，再平 A 一下。好，这里出现一个珍贵宝箱，开启它。拿完这个宝箱之后，往北方向地图上方这边，我们跳起来打开伞，打开风之翼啊，然后回头在这颗大石头的底部，我们脚底下正下方这里有个普通宝箱，拿到这一个普通宝箱。好，那拿到这个普通宝箱之后，我们再往东北方向地图上角，这边往下跳，打开风之翼，在空中拿到这个优乐片段。好，那拿到这个优乐片段，我们再往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前方有一个限时挑战，但是别着急去开挑战啊。我们去到挑战的地方。好，来到挑战这里，在我们的东方向地图右边，这边有一波怪，先来清一下这波怪。好，那我们清完怪之后，来拿到这个普通的宝箱。拿完这个宝箱之后，我们再回头往西方向地图左边，这边跑过来做这个限时挑战。好，直接疯狂玩命往目的地跑就行了。这跑。跟着这个峡谷，不必心急呀。我稍微等一下体力啊。跑过来拿到这个精致的宝箱，拿完这个宝箱，然后再往前方去开一下这个锚点。再往正前方过来开锚点。好，开了锚点之后直接打开地图。打开地图，我们传送到赤福森林啊下方的这个锚点。好，回来之后往南方向地图下方。前方有两只马。哦，中间这里有一个，这叫什么东西啊，在这里听他哔哔两句啊。哦，这里会出现一个金属盒，拿着它，然后在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边是一个限时挑战，开启。不必心急。好的，那完成之后出现一个普通宝箱，开启它。拿到这个普通宝箱之后，我们再回头往西方向地图左边，这边跳下来，这里有一只青蛙，把这只青蛙啊，要给它送到目的地。
好，那跳过来之后拿到这个精致的宝箱，拿到这个精致的宝箱，然后我们现在往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这边走。好，这里又是一个听他哔哔两句啊。哎，好，故障就会出现一个金属盒，拿到它，拿到这个金属盒，然后我们现在往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边往上走。我想爬。哦，这里有个摩拉堆，捡起来这个摩拉堆，捡起来之后在我们西方向地图左边这边往前走，我们去到前方，这里爬上去。好，这边拿到这个优乐片段，然后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个挑战打怪的来做一下。好，挑战完成，出现精致宝箱，开启这个精致的宝箱，拿完这个精致宝箱往东方向地图右边这边往下跳，这边往前走两步啊，往前走两步的话应该会黑屏啊，然后接到一个任务，接个任务叫做荷叶与冠军。好，就这样一个任务。那现在我们再跟着任务指引往东方向地图右边这边走。好，现在对话完，我们把这只青蛙啊往目的地运一下。我们必行机。好，再继续第二个目的地。好，来和他对话。好，那这里对话完之后，在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小地图上有一个优乐片段的高光，我们这里爬过去。好，跳过来拿一下。好，拿到之后我们再往任务指引第二只青蛙的地方来对个话。好，然后这边是这样的啊，有一个荷叶会从右边往左边挪，这里我们提前，我们需要提前，然后按一下，就靠就是提前按一下这个交互键，啊，来协助他，提前按一下交互键，然后让那个水柱降下去，开始啊。好，这边等待荷叶，经过。好，降下水柱，再和他对话。好，对话完之后，我们现在要跟着任务指引啊，那在南方向地图下方这边走。好，必行机。好，走到前方贴着山壁，走。好，旁边这里有这个跳得高的这个道具啊，这也不是跳跳式，也不是弹弹菇啊，总之就是跳高一点。好，那现在抬头它在空中啊，它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在空中啊。那我们现在往我们的东方向地图右边，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啊，这边我们爬高一点。好，爬上来，然后再回头，直接跳到他的脚底下。好的，那现在我们再跟着任务指引走。继续跟着他走。好，这里我们要操作降下水柱啊，提前操作。他能操作的时候立马操作就行啊，疯狂按 W 按这个 F 啊，来哦。
好，现在不需要操作了，它自己会动，它自己会操作啊，呱唧就行。啊！好，对好完之后出现一个珍贵的宝箱，开启档。拿到这个珍贵的宝箱，我们再打开地图，再次传送到我们下方这个锚点。好，那这次过来之后往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好，这里跳上来有一个限时挑战。那在我们限时挑战的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这边有一个摩拉堆，我来拿下去摩拉堆，然后再回头从这边跳回去，跳回来开启挑战。好，现在来吃这个水威力。好，那我们拿到这个普通的宝箱，拿完之后往南方向地图下方这边跑过来。那这里有三只这个什么什么，它宝箱快藏好，就在这里有一个普通宝箱啊，开启这个普通宝箱。拿到这个普通宝箱，我们这一批就拿这么多。好，那现在我们的优乐片段是39个啊。好，那我们就下一批再见。